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 Uncle Gary。Hello, hello, 我是 Hayden。记得订阅啦，请大家订阅啦。Hello， 今日咧嚟咗呢个位置，属于半山坝位置，一个旧区入边咧有一间老字号嘅饼家，华盛顿饼家。几十年历史嘅咯，又喺一个旧区咯。呢度好似系叫半山坝。OK， 我哋入去参观下。头先佢俾我哋试过，真系好香，好好食啊！好食。全马得你哋做啫。如果有得有人偷师啦，1978年啊，嗰个就系你哋噶，你应该第几代？第二代。我哋今日喺嗰度买嚟食嘅。哦。哦。哦。嗰啲影得比较清楚。你睇睇，啊，搞咗你10年啦，10几年啦，系我哋做先嘅呢个。嗯。咩啊？哥啊，嫁英國啦，即係又。即是你是第二代咯，我哋是第二代接手咯，因為退咗休咗。哦，咁樣呢個手工嘅傳承嘅食物嘅傳承，咁樣我哋有興趣去繼續落去咯。係，係第一個，第二個咧呢個餅咧，你整種雞蛋餅嚟，係，即係好傳統嘅古酒味嘅吉隆坡嘅吉隆坡，係我哋喺華人街嘅，我嘅爸爸嗰陣時喺華人街，係，所以咁樣變相嗰陣時做遊客。咁到我哋呢一代嗰陣時咧，就做批發咯。批發嘅話，變相再轉型咯，做網絡嘅，即係話做翻散賣零售，係咯係咯。然後咁樣，我哋好有興趣接手佢呢個手藝。嗯哼。啊，即係話呢啲做傳承傳統嘅嘢係冇嘅，我哋呢個係全馬我哋首創嘅。哦，首創嘅。首創咯，係咯，全馬。係。佢唔係麵包乾，佢唔係羅蒂殼，即係羅蒂，即係麻辣面先，唔係麵包乾。佢係直情係蛋糕，新鮮蛋糕，新鮮雞蛋烘出嚟。係。再打出嚟再烘，
再搭翻落去嘅。係好鬆脆嗬。啊，係咯，呢、這個真係比較工序比較麻煩啲。嗯。但係咧食就好好食嘅。做咗好多年咯，咁呢個出品。啊，係咯係咯，我自己我接手啦。我啦，我做咗十幾年咯，我先生做咗二十幾年咯。哦，差唔多四十年咯喎。係咯，佢出世幾年就幾年咯，佢出八年就出八年咯，咁係差唔多同佢年，佢嘅同年咧。哦，即係淨係依個餅都賣咗四十年歷史啦。四十幾咯，係咯，係咯，係咯，差唔多半個世紀啦。咁即係證明都好食啦，都唔係都唔可以賣到四十年。新加坡人最中意。哦，新加坡人最中意。新加坡遊客最中意。食依個餅。係啦，係啦。新加坡人最中意呢個，因為我哋係靠呢、這個，即係話招牌打出去靠呢、這個。係。係啦。攞埋老豆幅相落嚟，俾啊！你我哋攞嚟俾近啲，攞埋老豆幅。係啦，將我老豆個樣都搬去香港。要嘅嘢同我哋要嘅嘢唔一樣，我哋揾食喎。佢哋係過生，我咪要過生活不了。一齊要我嘅錢咯。睇呢個，嚟呢個就係當初嗰陣時咧喺慈廠街嘅。是的好舊嗰棟嗰個檔華盛頓是的 Kick House 是的我做會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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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系啦、哦，然後咁啊，老豆以前跟餅嘅叫做西式餅屋，華盛頓，係，係，係啦，即係簡單咯，貴士嘅風格，係，啊，又七啦，睇又七冇七，蚊肥，個創始人，創始人哦，係，係啦。去上本採訪嘅嗰陣時，我話上本採訪，啊，上本嘅。嗰陣時興嗰啲電視啊、報紙啊，啲報紙講。係喎。呢個咧就餐廳餅店地址，係啦。係咯係咯係咯。所以嗰陣時咧。係啊，你自己砌啊。係咪搭高高啊？咁樣搭咯。邊個教你㗎？爺爺咯。爺爺教你的嗎、哦、Square 咯有 Square 有什麼 color 的有地下有啊地下哦有的我不用那麼要搭到多高嗯你想住搭到好高啊？砌高啊？系啊。好似一座楼咁高。嗯。系咪好似你屋企住嗰个楼咁高啊？系啊。哇！咁咪好高，四廿三楼喎。呢度砌唔到咁高喎。咁咪咯。靓咩？咦，凹凹凸凸嘅咩？你啲楼？吓？点解不规则嘅？是这样的吗我想要这样的。哦你想要这样的。这个呢这样摆下去。哎呀嘿嘿你看可不可以摆下去哇好像楼梯级这样的。我的脚整了。你想整靓啲啊？系啊。咦？嗯。咩嚟噶？暖。你揾啲一样 size 啊嘛。得。嗯。你肚饿未啊？要去食面包未啊？一阵啊。一阵先买啊？系啊。要而家食喎，一阵间你饱唔食饭噶咯喎。不如我哋而家去买面包吃先啦，食完先再翻嚟玩，好唔好 ？O 唔 OK？ 唔 OK 啊？好靓咩？
哦，系喎，咁样不规则靓啲喎。咁样咧？仲有冇再高啲啊？可以咩？好啦，走未啊？仲要擦？好高。碟咧？有个碟噶吗？好啦，揸住，攞下得嗰个咯。嗱，攞下得依一个。OK。跟住你去揾你个包食啊！你中意食咩面包？你自己揾。拣咗未？Halloween 啊！哦，你要唔要买啊？啊 ？Chocolate Halloween 啊嘛，你要唔要买依、這个？定系买翻你上次我个提子包啊？买翻依个，因为咧我哋未食过呢只噶，未食过噶。未食过，咁你买唔买啊？咁多都未食过啦。咁点啊？我要 Halloween 啊？呢个？嗯。揭开佢，自己攞。有啲唔系有朱古力，有啲系啊。一个系朱古力，一个系。系喎，好靓喎。咁要咩呢？你自己中意咩口味啊？中意咩啊？呢个。Chocolate。嚟，摆落嚟啊！夹住。诶，有呢个好靓喎，点啊？快啲啦！我需要等你影先啊。哦 ，OK， 好啊，得啦，夹啦，一个，系啦 ，OK， 哇，好聚首喎、哦。系，跟住咧，住你咧，我只提子包，上次嗰个喺边度啊？你帮我揾翻啦。出唔系上高呢、這个？呢、這个上高呢个系提子包喎、啊。但系我上次唔系食呢个啊嘛，不如我哋过去隔篱嗰度望一望，睇下有冇。另外一边系啦，呢度都冇喎。即上边嗰度啊？上高嗰边睇下。我嚟啦，喺嗰度，喺度啊。哦，依度啊 ，hidden， 睇系咪喺依边？唔系啊，嗰度都有啊，呢度都有，嗰度都有啊。但系我唔系食嗰个啊。我系食另外一种啊，过嚟先啦，希丁，呢边呢边呢边呢度冇喎，唔通呢度？哦，卖晒啦，冇添，点算呢？好啊，咁我食另外一个口味啊，今日。你呢个有？又食呢个唔食咯，好厌咯。你想食啊？唔系，我想
你想吃定我想吃？你想吃。一系咁样，我哋 share share。嗱，你中意拣多个你嘅口味啊？跟住我哋每人食一半咯。边个决定 ？OK， 夹吧。OK， 咁两个啦，摆翻呢个夹喺呢边啦，希特。系啦，闩埋门先。下低嗰个拉落嚟，拉落 ，good， 好啦，摆翻呢个位置，呢、这个系啦，夹夹 ，OK， 摆落去啊，系啦 ，OK， 去俾钱啦，嚟，得啦，呢度俾钱，揸住，两只手啊，唔好跌落地啊，系啦，摆上台嗰度。嚟噶 ，Halloween 嘅。系。好啦，摆喺呢度。我哋喺楼梯食啊，呢度。好啊，你而家摆上去呢个台嗰度先。系啦，等到你咧，然后跟住先俾钱。OK。你有冇钱噶？你俾我钱啦。我俾你钱啊。OK。系啊，俾一张够啦，佢会找翻钱俾你嘅。试下自己俾钱买嘢 ，OK？ 系啊，笨妹，系啦，一阵间先，等我继续借钱先俾佢。跟住佢找翻钱俾你噶，仲要你问佢攞翻钱咯。佢找俾你嗰时，你袋住两只手攞钱。Thank you 啊！OK， 好啦，跟住攞面包。Thank you 啊，講需唔需要希特？嗯，呢邊食啊，希特，希特。呢喺樓梯啊。唔得啊，呢度有台啊。但係樓梯咧有。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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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樓梯有。No no no。我要聽歌。呢度。我要聽歌。No no no no， 呢度。呢度，呢度舒服都有台嘛。你楼梯食，楼梯又冇台，坐喺个楼梯，个楼梯系污糟噶嘛，俾人行噶嘛。我需要食呢个包先。你食一个包食一半啦，冇人。好啊，而家你食一半先啦，唔好跌落地啊！嗱，坐低先，你要坐低先。你食呢个先。你坐低，坐低食啦，做乜嘢啊？系啦，坐喺度食啦。我块提口边就痛啊！食我边啦咁，可能咧生咗粒飞枝啊个口。系啊。系啊，生咗粒飞枝得啦，饮多啲水咧，唔好咬去我边，佢慢慢会好噶啦。你而家坐低先啦，你做咩企喺度食嘢嘅？系啦。你吃一半，留翻一半俾爷爷，知唔知道 ？OK？ 呢个火腿咩嚟噶？芝士啊？火腿芝士包。火腿芝士包啊？俾我睇下，望下，睇下系咪火腿芝士？你有冇讲错？系喎。系喎。嗯。OK，
哇，兩隻一齊嚟，一個恐龍，一個鯊魚啊！哇！哎呀哎呀哎呀！走啦走啦，翻屋企啦！绝对正宗，因为老板和厨师都是道地的香港人，常看港剧的我们对许多港式美食都不陌生。马上来介绍必吃的招牌菜单。首先是这道豆腐火腩饭，在香港也叫男人的浪漫，主要配料是特色烧肉和炸豆腐，淋上咸香十足的酱汁真的好下饭。再来是没看过都听过的干炒牛河，Q 弹爽滑的河粉还带着浓浓的锅气，不爱吃牛肉的朋友们也可以选择干炒猪河哦。老板会取店名为港原味，是因为想把正宗的香港原味带来马来西亚和吃货们分享，而且也会尽量使用香港的原材料哦。在这里值得推荐的还有虾仁滑蛋饭、新洲米粉、番茄芝士猪扒饭、市郊牛河、餐蛋面、菠萝油，每一道主食或小吃都绝对适合我们当地人的口味。再来少不了港式冻柠茶，还有店家还原的港式饮料，马上带上家人朋友来尝试港原味吧。多谢支持，拜拜拜拜，记得订阅俾个 like 呀，未订阅记得免费订阅哦，我有新片就会通知你的啦。耶，拜拜拜拜，多谢支持，拜拜。